假如使用龙腾战车有段位、青铜、黄金、星钻、无敌战神。没错，兄弟们，龙腾战车的终极玩法可以悬空在岩洞壁上，方法也是很简单，我们只需要先从斜坡位置腾飞到高架上，接着继续腾飞往大烟囱位置飞。因为高度不够，我们只能飞到烟囱壁，不过问题不大，在这里直接切换副座，龙腾战车就会吸附在烟囱壁上。原理很简单，我猜应该是龙腾战车底部采用了磁悬浮列车的设计，所以只要坡面不超过90度都可以吸附上去，在车上不仅可以开火打药，甚至还能丢投掷物出去。加上龙腾战车跳车的特性，这里直接离开下车也可以无伤落地。这马走得太慢，俺老子有点不耐烦了。悟空，小子牛。